有空就来。大年，你家己提一只吼，正常吼，安尼甲八贵，看到两支无？有没有看到两根？有无？这只绝对都是公的。哦，啊，那包尿布的不能确定它是公的还是母的。啊，平均哦，十只有八只拢是公的。这只嘛干的，来自己翻翻看，来翻完我们再放生，哦。那个干的足硬哦。嘿，对，翻完我们再放生。和尚信。有什么？但是有一天哦，如果要两只，左右两只，这个就是公的。那它那两只是它的性特征吗？雄性的象征。哦，很长。和尚性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？好，这一只是朝天带的和尚性。它不会可以太大力哦。这个公母怎么？太大力，公母就是从它这个腹部的地方把这个扒开来，然后有没有看到两只白色的？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公的。啊，没有就是母的。没有是不一定是母的。只要有两根就是公的。谢谢。那意思是说公的有的时候它不会有那个性特征吗？哎，就是公的一定会有性特征。母的就是四只到六只，抱卵只。一爱破两眼，好，来，接下来请拿这一条，请拿这一条，这个也拿，这个不用拿，这个不用拿，好，这个不用拿，拿这个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工具也拿着，这两条免提，如果要喝水的，自己带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往这边来，好，来，先来挂袜加维修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人要做出工的？来，一支给你更正。来，往这边来，冰的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因为我头修，修你这里，先再看看完毕，爱谢你，没有，没有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会让你们学习分条，好不好？这种科点的养殖方式叫做平挂式雄斑，这个地方要一年两个月，那个船的地方，那个有三轮车坠下去那个地方，大概是八个月到十个月就可以吃了，安尼差好紧嘛，就一天差六个小时。对，伊咧退的时阵是不是安尼食，加食一点钟？伊退潮第一次退潮来回是不是多两个小时？第二次退潮是当第二天，当天的第二次退潮是不是又多吃了两个小时？伊安是不是有五六点钟？就是安尼。所以较好计，计小呢？无一定较好计，嘿，就是安尼，较好计拢是只大面的。你看迄、那个，咱刚刚经过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南部蚵啊？有无？对对对。